白嫖50遍，双枪松果碎片，春日头像，白蜡烛，冬青骑士，魔术窟等等好东西，可以说创意庭院是真的香。植物大战僵尸2.8.2在今天迎来了一波大更新，大家举起手里的三连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更新了哪些好东西吧。新增潘尼课堂，完成对应的任务就可以白嫖原始向日葵、大嘴花、高坚果、倭瓜、电击蓝莓。这个活动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天大的福利，因为五个植物都是四阶，其中的原始向日葵和电击蓝莓都非常不错，大嘴花更是无尽神器。两个新植物更新，一个金卡，一个紫卡。金卡地巨草，估计满级要氪金获取。紫卡气流水仙花，估计是宝藏氪金获取。头像栏更新了8个，包含了创意庭院、潘尼课堂、回忆之旅、神秘宝藏，这些头像应该大部分都可以白嫖。神器更新2个，分别是需要氪金获取的飞碟神器，以及回忆之旅白嫖的魔豆神器。这是魔豆神器试玩效果。大树直插云霄，遇到植物或者僵尸都会被击飞，掉落可以弹跳的爆炸豌豆，再依次随机掉落豌豆卡牌。这是飞碟神器试玩效果，超大飞碟升空，把场内的僵尸通通吸入飞碟仪器内。然后消失不见。目前回忆之旅双电还没有更新，但是创意庭院双电已经更新，可以白嫖50遍双枪松果碎片、春日头像、白蜡烛、冬青骑士、魔术窟等等好东西，可以说创意庭院是真的香。同意的点赞扣真香。最后来测试一下两个新植物的五阶效果如何，让他们依次击杀40个大爷，你们觉得哪个会获胜呢？认为是锯子的扣一，认为是气流的扣二，觉得都会输的扣66。我们听歌拭目以待。最后总结，锯子失败，气流无双通关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点赞关注评论。